陈氏太极拳新家一路是由中国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第十七世陈发科在陈氏太极拳老架的招式中增加了转腕、缠绕等动作而修改而成，以兵、旅、挤、按手法运用为主，以踩、捏、肘、靠手法运用为辅，动作力求柔顺，拳架舒展大方，步伐轻灵稳健，手法之变，身法之中正自然，具有卓越的积极健身养生作用。